要感谢陪我八年的德国香肠。Thank you, Frank。从小我就非常的叛逆，所以每次我要探望女儿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会被刁难。我有很多话要对女儿说，所以今天在温馨的五月份母亲节，林庄，小时候我没有陪在你的身边，有一天我会比你早离开，我也百般的放心不下。接下来这个歌是妈妈要唱给你听的。林庄，是不是还记得小时候妈妈经常唱这首歌给你听？